定义啊，也不定义。这造业的力量有强有弱，所以在感果方面呢，有决定受报和不一定受报的差别。在感果的时间上呢，也有时数的不同。业力强大的有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，决定了将来必定要受报，就像苹果熟了就要落地一样。这种必然要受报的业称为定业，另一种业是否会受报呢？何时何地受报呢？都不决定，这种业称为不定业。关于业与不定业的相呢，有些实地论的本地分明确的抉择为：所谓顺定受业，即是故失矣。若作若即即业，而顺不定受业，是即是故失矣。作不作即即业。所以呢，定业呢有三个条件。造业先经过思维是故意的，造业不仅是故意的，而且发自于身口、身体或语言在造作。第三是不仅是作业，而且作业的同时，既已在相续中即即业。作与即即的差别为：作是失业或失矣所起的身语，即即业呢是除开不即即业的其余的业。这是比较麻细致哈讲的，身与其之所造作的是作业，意之三之。恒常发起猛力施作是即即业，那么呢，这个即即业呢，就是意之三之哈。不即即业呢，共有十种：在梦中所做的业，无知所造的业，比如除草时会伤及虫类；三无意所造的业；四是不是猛力作即速速作的业。第五是错乱所作的业，就是医疗事故之类的。第六是思念所做的业，就是忘记而做的业。第七是非乐欲所作的业，第八是自性无记的业，像日常行住坐卧都是无记业。第九是于所损害生悔心，即正在造时记忆。或已造之后升起反悔之心，第十对治所损的业。那么这十种业呢，就是不积极的业。那么呢，积聚呢，就是意，主要是意业，由坐而集，集就是串习的意思啊。可将业分为四种：坐而又集，坐了不断的串习。坐而未集，集而未坐，不集不坐。集与坐两者兼具，则定受无疑。就是不断的串习的这种坐，兼具是定受无疑了，这就是定业了哈。如坐之后发露忏悔，防护未来，这是坐而未集之业。如身与未坐。但时时思维蓄欲要做，这是急而未做之业。打比方想杀一个人，老想杀他，但是他没有去行动。那么这是四种业呢，是为坐而未急。第一是智者所做，第二是梦中所做，第三不是故意而做，第四自己不愿意做。被他人逼迫所做。第五是虽做一次，随即发起猛烈的追悔，心生厌患，并且发愿将来不再复做，且从此之后正受利于，令前恶业趋薄。第六，还未成熟意熟之前，便发起离诸世间贪嗔之心，且压服烦恼，损彼种子。
这个就是忏悔的哈，对治的。第七，以德出世，永断三有之道啊，这可以断烦恼的种子。这个是坐而未及啊，这里讲了七种，就是坐了不积聚，这七个方面。第二是急而未坐啊，是指长期在内心里面，心中常常思想要杀害众生，但并未做牲口的杀业啊，心中有串习，但是没有去行动。第三是坐且积聚，指前除前两种情况外的一切杀生，坐了并且不断的去重复串习，不断的重复杀。第四是非坐非积。那么据舍论呢，对这个积聚业呢，直接从五个方面做了抉择：有损失圆满，无恶作对治，有伴亦属故，此业名积累。其中呢，损失指不是率而失之作，也非先前不失啊，是有意而作的，有意的哈，就是有蓄意的、故意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哈，说故意。圆满是造业的资分条件均已圆满，所以就有损失圆满。无恶作对治，指作后不反悔，不受善行作为对治，就是不忏悔不后悔，做完了以后还是认为自己做的对，没问题啊，就是没有丝毫的这个忏悔之意、后悔之意。有伴指随喜助伴，亦属指此业定成亦属报，已经定业了，积聚业定受报。据舍论对定受业的相呢，这样判断：由众获净心，即时恒所造于功德天齐害父母业定，即在四种情况下所造的业为定业。以发心方面，即所造的业是由粗重的烦恼或清净的信心所发起的啊，一个是善的，一个是恶的啊，粗重的烦恼或者清净的信心发起的。二是串习方面，是恒常不断的造作的。第三是功德田方面呢，是指对佛法僧或者圣菩提伽罗有修行的人啊，殊胜的这种修行人，即使没有起出众的烦恼或者清净心，也非恒时不断的作善或不善的业，只要略作损益，即为定业。所以在功德田方面哈，略作损益，那就变成定业啊，就是很严重。四是父母恩田方面呢，不论发心轻重，只要对父母做了损害之事，变成为定业啊，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啊，就是一个人呢对着这个父母啊，如果做损害，杀父杀母啦，或者是打骂父母啦哈，对父母起这个嗔恨的心啊。这种人就是业肯定是定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人肯定是这个感恩的心极少啊，就是对你有很极大恩德的人呢，起这种损害心，说明这个人是个极恶之人啊。中国人往往认为这个父母对自己好是应该的，这种心是完全错的啊。在决定受之中啊，又可以根据受报的时间分三种：一种是现法受，即此生造业，当生便开始承受果报；二是顺生受，即此生造业，第二生开始承受果报；第三是顺后受，即此生造业，第三生啊以后承受。现法受不仅限于现身所受。
而且包括第二声乃至其后继续首受者，顺声受和顺后受均应如是理解。现法受呢，就是说现在这一辈子就开始受报，不等于下辈子就不报了啊，这是果报不一定就能完成，就是下辈子还会接着受。啊，有些造的业不是一辈子能够果报能够接受的啊，这些定业啊，你生生世世的受，有些啊都受不完这个果报。哪些业会现世成熟果报呢？有些实地论在本地分中抉择了，就造业有八种情况是现世就会开始啊受报。第一种是如果有增上顾念逸乐，顾念这个身体财物等，为此而造作不善之法。第二是由这个增上不顾念逸乐，不顾念身体财物等，造作诸善法。啊，这个正好相反。第三是对有情众生增上损恼，这个增上两个字哈，大家就是很强的、强烈的，然后重复的这样的哈，增上对有情众生呢增上慈悲，对三宝上师等对境增上啊震撼。不断的去损害啊，就是有些人只是起了一念这个烦恼，那很快就忏悔掉了，这个没关系。这个真上的就是不间断的，就是长期的啊这样的起恶念，甚至损害。第六，对上师三宝呢真上净性，甚解逸乐啊，那么现世就开始。啊，很快就会得到这种啊觉受啊果报了。第七是对父母诸尊重等有恩的对境，由真上品以残报备恩等所作逸乐，造作不算。第八是对父母等呢由报恩的逸乐所作的善法。啊，这是四对现世受报的情况啊。为什么有些人做了恶不会马上就是受报呢？就是因为他可能做完了以后啊就后悔。他有个人杀一个人，杀完以后他就后悔了，他甚至自首去了，是吧？然后呢并且杀的时候可能也是一时的糊涂啊，一时的这个极其愤怒的时候杀的，等他稍微清醒过来他就后悔了。那这种呢就不一定会现世受报。也有可能会现世受报，哎，就是被人抓住，有些故意杀人的，一般很难，很多都以为自己能逃脱得掉，其实都逃脱不了。那个一般来说，很多案件呢都是按道理是破不掉的，但是为什么会破呢？就是要这个办案人员真的认真办，都能破得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死这个冤魂他是不善，冤鬼啊，他会配合这个。公安的人破案啊，所以公安的人有些时候都是莫名其妙的就找到了线索，这个是很多这样的故事的。如果公安的人不认真办案，那是不可能破得了案的，那也是他，这也是一种果报啊，就是人家不给你认真办，不给你破案，这也是一种因果了啊，这因果就很复杂了。那么由于贪财呢现世报的我们太多了啊，像那个贪官一样的哈，不停的贪的啊，他那个贪习非常的严重啊，那么就一般都会这个现世报就会报出来了啊，到时候就会出事了啊，坐牢了，被抓了啊。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真上两个字，真上这个逸乐啊。如果对这个众生呢就是真上慈悲啊，也是会马上有报的啊，做善事啊，八种情况都念了，我就不讲这些故事了。对众生真上残害，
那对三藏寺三宝呢，真上尽兴啊，而感现世的一些果报。对生身的父母呢，真上的这个孝顺啊，然后或者是真上的损恼，那么这个果报也是很来得很快的，就是啊。这里讲了一个有一个故事，我可以讲一下，就是对三宝哈。这一个国宝就是太阳平侍者，是这个啊曹洞宗的明安禅师的高祖。一日呢，琅琊广招禅师来访，明安云：“正心洞上一宗之人，非远即绝也。”说是两位了，非远即绝啊，就是这个远和绝是两位。广招云：“有平侍者在。”安云：“平旧习深厚，并以手指胸说此处更不佳。”又捏那个母叉中表示说：“平以后会死于此处。”等明安圆寂，明安禅师呢圆寂了以后呢，他的侍者叫平啊，居于大洋，大洋是个地方。这个平侍者呢，就是居住在这个大洋这个地方，想谋取师父生前李和文都尉所施的黄白物，就是黄金和白银之类的东西，不惜毁尸灵塔啊，就把他师父的灵塔都给毁了。当时虽然山中啊长老哈、啊、山中的一些恳切的劝阻，他不听。等到发塔之时呢，绝尸颜面面貌如生，就是挖的时候把这个塔挖掉哈，咱们这个师傅的这个遗体呢，还是面貌如生。这个众人惊叹不已呢，这个平视者又更绝破尸脑，就是用锄头把那个师傅的头给弄破了啊，添加油星。顷刻即成灰烬，把师傅的这个啊法体给烧了啊！众人呢将事报与官府，告平谋取塔中之物，官啊判不孝，令其还俗。诸方因其人品品格不端，都弃之不顾，也没人收留他。这个平流浪无所依，后于三岔路口被大虫所食。就是被老虎吃了啊，竟然未免明安禅师的预计啊。明安禅师当时就预言他会在这个三岔路口啊死在那里。这个平视者是昧却天良哈、啊、见利动心，忘恩负义，竟然焚毁尸身，罪业深极重。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按道理他是个还是明安禅师的高祖啊，啊，这就是学禅宗的人呢，也是不昧，以为自己不落因果了。祖师大德其实有一个公案，就是讲这个因果落不落因果的问题。那到底是开了悟了，那么这一切皆空了，那明心见性呢，以为自己哈、啊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的问题。那个人就说不落因果，好了，五百世做这个狐狸落得哈果报。后来他做狐狸的时候呢，这五百世他自己还是心里明白的呢。做狐狸的时候就啊托梦给这个祖师啊问了 啊到底是落不落因果。祖师给他开示啊，说不昧因果呀、啊、然后他才转世了啊，然后他就明白了啊，后来脱了这个狐狸的身，然后再重新转世做人修行啊，五百世不得脱狐身呐、啊。这个人就是这样哈、啊，这个人就是以为自己不落因果了，狂妄了，就是啊，最后呢就落个这样的下场。因果呀，没搞清楚呢，又自己开，以为自己开智慧了，这是可怜的人。就讲这么一个故事哈，
其他的就不讲了哈，就是什么讲孝道的啦，不孝父母的那得果什么什么果报啦，孝顺父母的得什么果报啦，这个的我们大家都听得多了，就不讲了。对这个有恩的对境，报恩行善，或者被恩作恶所感的这个现实报应的，都是很多的例子啊。对恩重的人呢，是忘恩负义的这种果报是来得很快的啊，忘恩负义一般都会现实报。